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怡婷，欢迎乡亲再来关心三月二四电影大小事。花莲县政府在今年三月推办了妇女友善月系列活动，串联县内233间业者，推出各种商品的优惠，受到真侪民众的欢迎。为了将活动延续，并且照顾真侪女性的朋友，县府继续推出妇女友善标章，其中县内嘛有88间业者来加入。除了有商品等基性的优惠，店家内面更是有友善妇女的环境，让所有女性朋友的生活更加轻松和便利。为着照顾关内女性朋友，婚姻馆就在今年三月举办了友善妇女会的系列活动，计划着将活动来继续延续。公司这摆也来设计妇女友善标章，其中有88间业者共同来加入。我们今天特别邀集了88家的这些店家哈，共同来成立啊妇女友善店家这个标章上场哈。所以如果你认明到哈，我们今天颁发的这个标章哈，里面有友善店家这个标章呢哈，那它会提供很多很多的这些有关于妇女朋友以及我们所有育儿的环境的一些服务，那包括无论是尿布台啦、哺乳室啦，或是呢提供给妇女朋友更贴心的一些服务，甚至育儿环境打造亲子友善的空间。这边到妇女优先标准的88间业者，都来推出商品优惠介绍，最重要的是商家内面的开环境，要让来准备妇女的优先空间，请求哺乳室、尿布台、幼儿参与等等的设备。高兴能够参加这一次的标章的一个活动，那鹅妈妈儿童乐园一直以来都是以亲子友善、妇女友善，所以我们提供非常好的一个设施，我们有哺乳室，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贴心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妇女友善的一个空间能够充分的展现。我们希望很多人都不但看到云林的美，而且看到云林更多的友善空间啊。那借着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把这个云林这友善空间对妇女的尊重，把它推广出去。妇女朋友在平常时都爱来照顾家庭，同时来兼顾事业。透过这摆妇女友善标章，也希望和大家来更加重视女性的权益。另外，在职场上，公司也将来继续落实两性平权。内单怎讲妇女朋友？伊伫真侪方面，即、這个社会姿态吼，伊着爱比查甫人吼，搁较负担搁较侪。阮希望讲会当透过妇女友善店家安尼个一个推动吼，甲咱婚姻观即、這个良性妇女权益个即个文化来提升。啊嘛，希望讲会当提供搁较侪服务，互咱个妇女朋友伫即个职场个竞争，伫各方面个竞争，拢会当搁较平等，会当搁较顺利。透过这摆官府所推出的妇女优先标章，都希望来增加对女性的重视。未来也希望有更加多业者共同来加入，将婚姻打造成一个妇女的优先环境。记者江怡采访报道。